好的，那么今天小狼是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大家伙相信都没有见过吧，这个游戏名字叫做三国战记之我在你左右啊，精神病啊，这是一个非常不催眠的视频，大家伙一定要这个擦亮眼球啊。这个视频呢是咱们常说的啊，这个诸葛亮速通视频，但是呢这个这次速通呢咱们是又提高了一个逼格啊，就传说中的天王难度速通。天王难度呢大家伙也懂的啊，就是 说白了就是三国战记当中最难的难度，很多人玩三国战记一命可以通关，但是呢你玩天王难度呢很可能你一臂都不一定能通。那么天王难度呢也是作为三国战记当中的顶尖难度，很多秒杀或者很多的这个速通啊基本上都是不选择啊这个天王难度的，但你比如说秒杀秒二十也有，但是要经过这个千丝熟虑吧啊，经过两个人不断的磨合。那这一次呢是来自于咱们的这个平台 ID 超马之王，也就是说这个在这个贴吧里面叫三金会会长啊，这个咱也不知道，你不咱说你叫三什么会会长不说，你叫三，你怎么不叫三合会会长的啊？当然呢，这个哥们也是玩这个合金弹头二啊，也是一个这个顶尖的玩家。那么天王难度速通，它跟普通的速通方式这么说吧啊，根本就不一样。因为这个你比如说除了挨打之外呢，再有就是咱们挨打的话费血就会费的非常多，正所谓欲速则不达，然后你还挨打的话费血一多之后呢，你像这种血杀你都得考虑什么时候练什么时候不练，什么时候呢这个可以去奔放一点打，在这个自己能受到一定的这个威胁的情况下呢，这个发挥更好的这个操作实力，然后以减少这个时间增加自己的成功率，你可以可想而知啊，这个顶着很大的压力。所以说呢这一次的这个速通视频你们可以看一下从头到尾到底多长时间，当然事实上玩法一不一样呢可能很多这个外行人是看不出来的，因为毕竟呢普通难度的这个怪物它的这个它的血量和防御呢都是一样的，它不能说这个天王难度这个怪物啊这可能血量加多，你比如像什么地下城与勇士啊或者一些这个非常怪怪的那种网游类游戏它会非常恶心的。这个呢咱们就是说除了 AI 之外呢再有就是他们攻击力非常高，咱们的防御力非常低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当然呢咱们在这里也跟大伙说一下啊，这一次的这个通关速通相信大伙应该是睡不着。其实诸葛亮速通呢严格来讲呢有很多速通的方式啊，你比如说咱们用这种这个前天锁这个速通方式呢，说句实在话呢是打得比较稳，他为什么只是搓四下，因为咱们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四招一式，如果要是说你像那种贪分的，你像贪分的啊就很多人就愿意这个前天锁去暴气锁然后一直锁，然后呢咱们普通难度的这个速通呢是选择这个单 A 下蹲 A 那么打，就单 A 下蹲 A 然后呢一直这个用尾连去秋啊，就是说白了把这个 boss 秋在那里啊，然后这里面呢咱们就是说锁前四下，然后把血量锁的差不多之后，然后呢转身然后打对方，因为你没有锁五下，锁的是四下，这个 boss 没有倒地，所以说基本上是不会练一些所谓的这个不会练一些所谓的什么这个比如说这个反击啊，或者说一些这个无敌的招式啊，你们懂吗？啊，你们懂的。当然呢，这里面呢，他说是咱们说是这个键盘操作啊，这个咱们也当然呢，事实上可能也没法考证到底是键盘还是摇杆。不过不管是键盘还是摇杆吧，可能这个因为毕竟咱们是这个平台的 ID， 平台上打出了录像，可能照这个街机呢还稍微差一点点吧啊。然后呢，这个街机呢，据说是36分钟37秒啊，据说街机是这样的。然后呢，这个普通难度的是32分钟38秒。但是事实上呢咱们可能到目前为止啊，在小狼呢并没有做出实录，所以说呢咱们只是作为参考，大伙呢也不要这个较真啊，当然这个视频是平台网站上平台这个直接打出来的啊，所以说完全就是大伙可以理解。那么看看现在呢这个打速通啊，大家伙都知道路线，打速通第一关啊，那肯定是走这个船底，然后这个走到甲板上直接走下打关。第二关呢明显就是直接来到马然后定军山。第三关呢就是打到下路直接右拐然后到这个传说中的阳平关。然后再往后呢第四关第五关呢，第四关就是不打这个第四关就是不打这个貂蝉的肯定的啊，第五关反正是咱们怎么快怎么打，但是呢一定要记住啊，这个天王难度的这个气儿呢咱们就比较难得啊，可以理解的是有的时候呢咱们还可以卖一卖血
卖血呢也并不是什么这个好像是好像是卖血好像是特意这个挨打之后装逼，不是啊，有人说卖血呢是真是为了这个把这个气儿给涨回来啊，涨气儿的话呢是非常靠谱的。好了，捡出来之后呢让他们这帮人跑，一个炸花捅三下，到现在才六级。前前锁锁的话呢，这个先是用炸花把这个一些比较难打的兵给打掉，剩下两个呢这个推掉，然后呢给四个小动物，也就相当于一个大鸡腿，一个大包子，加上一个小叶包，然后加上一个小包子。但是这个小包子呢，这个由于这个时间关系啊，咱们可能就不吃了，因为不差那点血啊，不差那点血。然后咱们看看。基本上通关呢，诸葛亮是大家伙看过最多的，我尽量的啊在这一阵的解说当中呢再多一些这个多一些逼格的东西吧啊，比如说像这个传说咱们的速通，包括你像其他版本的一些极限通关。事实上呢，小狼要跟大伙解释一下啊，可能很多人说这个小狼啊，这个我就觉着吧，好像这个我看你解说这帮人打的这个录像都好简单的啊，他打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我在打，然后我就感觉好像我在玩，我觉得你没多难呢，然后当你一玩的时候感觉就不对，我俩玩的不是一个游戏，我怎么就不能啊？不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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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就能啊？不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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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boss 打我的时候怎么就不拉不拉不拉的啊？你就这一天天的啊。整得我心不灵不灵的啊！但是事实上呢，这个咱们不管是通过一些走位呢，还是包括有一些这个战斗经验，加上那么一点点运气，在打一些极限视频的时候呢，是绝对是靠谱的啊！好，当然可以看到呢，第二关是，到目前为止是打到6分钟40秒左右，然后呢，在打这个，咱们可以看到啊，在打这个传说中的这个，司马懿去了。夏侯渊的时候啊，咱们是怎么一个打法？因为如果要是按照普通难度速通的话呢，也是属于那种半秋不秋那种打法。因为这个咱们的等级没有起来，然后这个夏侯渊吧，由于这个血量也不少，所以说普通难度的打法呢，偏向于用武力去解决，因为咱们也没有什么宝物，在当前那个等级可以对他造成高等级的伤害，只能通过这个普通的武力啊去完成。这也就是为什么啊，诸葛亮的难点呢是在于前期，大家伙记住啊，诸葛亮的难点是在前期。而这个魔张飞和白黄忠的这个难点是在后期，魔张飞和白黄忠呢在后期的时候呢，可能宝物利用没有诸葛亮好，而诸葛亮呢后期等级起来了之后呢，加上这个自己的气儿也是非常靠谱。但是咱们刚才发现那个细节啊，吃黄石公是要吃的，但是呢像这个什么太清丹精咱们就没有吃，主要可能也因为这个太清丹精呢，它把人变成小动物呢是可以让自己放松着去打，但是由于咱们可能没有这个必要吧，啊，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毕竟呢，咱们这个在通关的时候呢，基本上可能所有的 boss 都可以用一些比较极端的方式去解决，所以说完全没有必要需要这个太清丹精。但是很多人肯定问，太清丹精张咬金这个算吗？严格来讲，我个人觉得也是挺算的。咱们还有刚才这个，绝对是我个人觉得有点浪费时间啊。他呢是空放了两个这个万箭穿心，那绝对是空放两个。好的，一顿后前手烧，打到这儿的时候可以看到呢，是放了一个酒葫芦一点，啊，撞完之后呢，直接把兵拖出来。通关方式呢，还是前前搓的方式，但是搓了两下之后呢，咱们是被升级中断。好了，前前搓，然后马上接上个必杀。这个地方呢，咱们可以看到用这个超必杀的话呢，打血呢，有的时候咱没法说啊，有时候不太固定。最后呢是打了一个三追，然后前左接跳 A， 然后马上在两个雷霆万钧，还有一个雷霆万钧，好了，离得非常近，用这种打法呢去勾引这个 boss 乱动。最后呢，基本上一套应该差不多了。好了，看看一二转身，一二三，直接接血杀。这种情况下，如果接前前手的话，应该是不靠谱了。接完血杀，吃一个大人参，直接是把咱们的这个血给补满。但值得一提的是，咱们在这里呢是消耗了满全身的气儿，啊，所有的气儿全消耗了，然后又放了一个酒葫芦，加以安慰啊。酒葫芦呢运用方式呢是先酒葫芦前前搓了这个两波啊，一波半应该说是，然后呢是放了这一个呼风唤雨，加上三个雷霆万钧，
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还是比较靠谱的。其实呢，这个咱们都可以知道啊，因为正常的咱们最多是攒三个将近四颗气儿，然后用这个酒葫芦放的话呢，其实严格来讲呢，它就是四个半气儿，也就是五个气儿。五个气儿的话啊，那应用的起来那是非常靠谱了。一定要把那个爆气应用一下。很多人说可能有的时候爆气的血量不如雷霆万钧，但是也没法说这个事儿啊，没法说这个事儿。反正我就感觉有的时候呢，就这个必杀特别疼，有的时候必杀就特别不疼。可能是因为这个四招一式之后呢，再接这个必杀呢，可能就会疼啊。最后一式那个必杀，但是这玩意儿也。反正没法去专业去做这个考量，但事实上呢，还要跟大伙解释一下，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呼风唤雨的时候，那个摇那个呼风唤雨，据说是完全没用的啊，据说是完全没用的啊。好，看看直接走这个下路，也之前也说过啊，走下路的话呢，就是这个绕过这个孟获，绕过这个孟幽啊，绕过孟幽，然后咱们进行这个通关。反正打到这儿呢就是十分钟。你要是看那个咱们说这个刷分玩法啊，你要看那个刷分废了，刷分就废了啊。你要看刷分的话呢，就基本上就在这个地图当中将近三十分钟，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啊。然后呢，这个大伙的心情就像那个甄嬛传里面那个宋芝似的啊，娘娘啊，就那种感觉啊，太娘了啊，一天天劲儿的啊，想必是极好的，就那种感觉啊。好了，看看，呼风唤雨该用气儿的时候得用气儿。这个气儿呢，一辈子你甭攒成一百颗，不是啊？所以说呢，攒气儿的话呢，其实严格来讲呢，无所啊。咱们就是有气儿就放啊。这个好的，刚才是捡东西的时候呢，是正好躲过了一刀。有的时候呢，咱们挨打一下呢无所谓，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咱们就是不想挨打的时候挨打，那是真憋屈啊。加湿器咱们不会要的。像这种加食性，你想想浪费时间的东西咱们去吃，怎么就是本身咱们是打速通，然后你还要加食器，我操，那真太嘚了。好了，刚才那个血杀明显就是有点嘚啊，有点嘚。这个地方呢，我倒觉得吧，三国战器呢还是有一定的恶心的地方的啊。你像这个血杀呢，这个它是练了之后就废血，它不像那个恐龙新世纪啊，练的时候呢是不废血的，咱们只有这个练完之后才会废血啊，这就两码事了啊！你看恐龙，它就是利用这个必杀血杀之后的无敌时间，但是这个咱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三国战记这个血杀呢啊，你练就飞血，所以说你如果一旦练这个血杀都练失误了，那你真是太点背了啊！好了，看看接下来是打这个夏侯惇。夏侯惇呢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 boss 啊。这个 boss 呢，说句实话，咱们可以卡兵打，正常的是可以卡兵打的啊。然后那个如果要是不卡兵的话也可以，但是打起来呢可能就不太一样。咱们这次呢是卡住了一个兵，先放一我这么多血，好的，差一点没电着啊。两个黄石弓居然是放在了这儿，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一二前锁一二，一二前锁一二，小尾联。哎，咱们可以看到前锁左右啊，转身。这个地方呢，咱们可以看到呢，由于是前锁起手，打血其实并不多，但是呢，利用咱们放的这两个黄石弓呢，也是为自己啊这个攒了不少这个底。如果说不放这两个黄石弓的话呢，咱们要捅好长好长时间啊！好了，吃血看一下。然后捡这个箭头，打到这儿呢，大家伙可以发现啊，黄石弓呢也是现在也不针对于什么马呀，或者说不针对于什么这个魏延，很可能在后面的黄石弓呢咱们会放，比如说在这里呢咱们就有一个黄石弓，然后这里的黄石咱们看一下，好悬呐啊！这个真是啊，要说玩这个，我真是不知道咱们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好了，这个咱们可以看到进到密室当中。正常要速通的话，这个地方是绝对不应该进的啊，因为正是这个地方正常的有一个包子，是然后有一个包子，然后加上有一个神仙笔，然后呢有一个补血书，咱们倒打的比较有意思啊，只吃一个补血书，然后这那个蝎子的这个没打开，只打开了一个蝎子层，然后呢神仙笔也没吃，咱们看这个地方是要先卡兵一下。
好了，卡兵之后呢是准备单挑这个张辽。单挑张辽呢，咱们正常的话呢，应该是有一个张陵剑去对他进行这个攻击，也有把张陵剑留到这个吕蒙了。看看咱们这个超马阵亡怎么打。好了，是小金珠暴气之后呢，是小金珠一套招，然后接上下手特殊技。这个小金珠呢，这个确实是在打张辽的时候呢是非常靠谱的。打张辽的时候，这个小金珠啊血量是非常多。好了，连续的两个血杀没打好，一个暴气，小金珠一二三，然后上下，还有两个金珠啊，一二三上下。好了，这小金珠啊感觉确实非常有意思，一个毒瓶前前锁，再一个毒瓶，漂亮啊，这个打法很漂亮。三追呼风，三追直接呼，然后呼死没商量。事实上他这个追力呢是加上暴击的效果两次，也就没有必要在后续跟踪了，然后捡上炸花土雷以及援军令也捡了，咱们把援军令给捡了啊。16分钟咱们是打到了第三关啊，通关。也就是说呢，接下来呢是有这个接下来是有四关啊。这四关当中呢，白衣渡江，其实我想说第四关呢如果不打貂蝉的话其实非常快。你会发现呢，咱们走过这个地图进到一个密室当中拐一个弯，然后就到 boss 了。你想想啊，就是这么快。如果要是去打貂蝉的话，咱们还有三个密室要走啊，所以说应该说两个密室加一个走廊啊，所以说这个如果打貂蝉的话呢，咱们再怎么地啊，这个也会多出很多分钟的啊，这个但是大伙都能理解。但正常咱不说摊分，但正常你像有很多打法秒杀那是肯定要走这个路的啊。到目前为止咱们做这个进呢也是做过，做秒杀、和秒、梦幻秒，然后加上单秒速通，什么都做过。但是咱们现在有一个没做过，就是三国战绩无伤。我现在也联系那个柱子啊，想要这个看能不能打出三国战绩无伤出来啊，那真是靠谱了。就无伤就是你什么招都在练呢，只是要求你不能受到伤害，血杀也可以，就是不能受到伤害，你只要被打就不行啊，就这个意思啊。一个炸花，你像这种炸花、铁莲花，关键时刻啊，真的是非常靠谱。一个烽火台加上待会儿的一个走廊，咱们就可以直接通啊，不是直接到关底了啊。而且关底呢，咱们应该是也有张灵剑，因为打这个吕蒙的时候放张灵剑有什么好处呢？因为这哥们跑得太快了，太恶心了啊！打他的时候呢，这个在速通的时候应该是有一定压力的。好了，人家还没扔这个大鸡腿，就给人打死。真是欺负老实人啊，绝对妥妥的啊，直接血杀一个小箭头。可以看到啊，这个道具应用呢真的是非常多。咱们这儿很多人就说，哎，要我宁愿去长点气儿，何苦来呢。好了，万箭穿心，一般像那个用万箭穿心能穿死的啊，这个基本上都是不会去浪费了，一二直接怼死。17级诸葛亮，你要走那边的长廊的话，右边还有一个烽火台，然后那个烽火台呢还有这个铁甲兵，要打快的话呢咱们还需要放雷霆万钧，非常的得不偿失吧啊。哎呦我去，好了，直接有这个进打灯密室。灯铁是不打的，但是在这个地图呢咱们其实要浪费一点时间啊。实话实说，这个地图如果你不打灯，就算你把门打右边的门打开，你也不会进屋了，你也只能说是在这个底下出一球的兵之后连出两波才能。哎呀，这少打了两个啊，再要雷霆万钧吗？没有，看看，捡起来一个炸花，漂亮。没办法啊，不能十全十美，如果能十全十美的话就好了。好了，看看，马上就是吕蒙呢，咱们的打法吧基本上就只能是这样的啊。好了，看看现在是张灵剑调好，铁是要张灵剑的啊，看得出来。张灵剑这种东西呢，打吕蒙的时候，如果还是那句话，如果是有那个连发工具啊，小狼那个连发工具，基本上这个张灵剑能点50连，你想想50连是什么感觉啊。如果能点50连的话，那真是没谁了啊，没谁了。好，看看出来的时候，一瞬间，先是前前锁没打着，
打他身上呢是有这个九节杖，九节杖呢咱们也是有一定的通关方式，咱们看一下，点到34连并不多呀啊，并不多啊，想想那个连发工具啊，连发工具小狼一开连发工具就是嘟啊，就是嘟，好了，捡起来打起来呢，咱们可以看到一个张灵剑前线锁捡东西，然后再一个前线锁，这都能打中啊，也是一定要手速快。把这个祝融令放了之后呢，咱们就没有火属性攻击，然后利用这个箭头打中，因为毕竟咱们这个箭头呢是一发三，可以打这个歪轴啊，打它的话有歪轴的话效果也是非常不错。还有一颗气傍身啊，但是这颗气呢明显就是不想做了，追力反身一追打得很靠谱，缺点是伤害还是不多啊。最后看看是要雷霆万钧还是要怎么样，前线锁浪费时间。你看这种情况下最恶心了啊，你一打哎，我还没用力你就倒下了啊，就这种感觉，我还没发力你就倒下了，一二三直接血杀。看来啊什么时候啊这个血杀呢还是靠谱的。当然咱们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是走到这个地图，咱们没有火箭没有冰箭，打速通的话没有火箭没有冰箭，这个干将剑和莫耶剑咱们也不靠谱啊，你懂的，莫耶剑也不是莫耶剑去了，这个泰戈剑啊也是拉倒了，那就是那个爆剑，铁也是没了，因为他肯定就你想捡捡不着啊，没招啊。好了，一顿锁，哎呦我去，捡完之后看看直接走这个不走这个军帐，直接走这个拐弯路。这个路当中呢，咱们是有一个隐身衣，基本上也是比较喜欢吃的。其实如果要我说的话，这个如果打这个速通的话，隐身衣我倒觉得用处呢也不是很大吧。好了，没有闯火牛阵，咱们还是走这个上方路线。走上方路线的话呢，这个咱们在打破阵的过程当中呢，之前咱们还有一个补给啊，就是一个大腿。从下路走呢是有一个酒，都是有补品啊，都有补品。走下路呢咱们除了有这个一个腿之外呢，还有毒镖，加上咱们打的过程当中嘛，可能也比较快一些吧啊。啊，而且最主要是还有个密室。但是呢这个密室啊，咱们我倒觉得也那么回事吧，因为这个密室呢这个咱们没有必要进去，里面有个天师符，加上一个20000分。好了，跳起来落地1 2 3。这时候啊，可叹自己没有这个没有冰剑啊，有冰剑的话那真是非常爽。有冰剑的话呢，一个冰给它冰成了冰晶的模样，然后马上呢下蹲 A， 然后呢这个锁一下非常疼。这样的话咱们是放他跑之后呢直接进屋。如果天王难度速通的话呢，按照我的理解速通还是要在沙漠科去了，还是在左慈没出来的时候呢要打死这个传说中的陆续，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啊。好了，炸花毒镖单 A 一下后黑直接打死一个啊。好了，这个地方咱们宁愿放弃这个打血啊，单 A 一下雷霆万钧，然后基本上这边有应该也是要后黑的啊，白色的，在这里呢咱们是攒气儿，好了，在这里基本上，因为可能是不打吕布了吧，不知道，咱们看最后要不要打，还是赢的前线锁，手速很快啊，要打吕布。咱们特别急需要这个电剑，在这里呢就算要打吕布也要把这个电剑和三本盾书啊拿到手，还有一个和氏璧啊，一个大人参。好了，这是普通剑，其实普通剑打吕布也不是很变态吧，咱们有一些小宝，加上箭筒，你看这些准备的都非常的好啊。好了，没整好。在这里呢，如果是菜鸟的话，最好的方式是放毒瓶，但是也就那么回事啊。连续两次单 A， 尽管呢是打中了吕布，但是并没有什么卵用。一个直接小箭头，然后但是并没有打全连。这时候呢也是非常紧张啊，有的时候还是需要一定运气。你比如说有的 boss 的他特别愿意练无敌的招式。可是呢有一次你打他就不怎么练，他就是不练啊，你说你是点的问题吗？
点老老好了，连续的两个雷，暴气效果已经消失，追地三追，好的回身单 A 跳 A， 看看最后一套，哎呀，一二三直接接血杀不靠谱，直接一个小箭头，再一个小箭头，就是不给，就是不配合啊！看没看见？就是有的时候呢，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一定的机会。雷箭啊，也就是电箭，地盾不要。地盾呢是一个非常依靠，地盾是一个非常依靠这个，非常依靠运气的这么一个盾书啊。就是说你能砸中人多少次是看到运气的。来看看沙漠哥，在这里前前锁锁一下，看来是没看来是要肯定是要把这个沙漠哥给放出来。沙漠哥放出来之后呢，前期肯定是要不招惹他，在招不招惹他之前呢，咱们是要打死这个陆续。这也是一个非常折磨人的地方。前期呢，咱们现在是没有这个，前期咱们是没有放宝的机会的，在这里放不了宝也是很嘚啊。一个小飞轮爆气啊，结果落地呢被直接一个抡前前锁前前锁。招安撞减补，看放招安撞的过程当中咱们应该怎么打，前前锁前前锁，好的跳 A， 然后直接把这个讨厌的人打倒，一二一二一二。咱们到开始的时候啊，为什么一定要撞这个夏侯渊，就是因为这个夏侯渊呢身上有一个能延长招安撞时间的这个令，必须的要留着啊。好了，是时间轴已经恢复正常，被打一个大锤，这么多要死，好吧，直接嗝屁了啊。好了，但是毕竟啊，咱们都知道啊，这个嗝屁呢啊是可以的啊。打速通，咱们大伙记住啊，打速通跟这个一命啊几命呢可能也没什么关系。但事实上呢啊，我个人觉得要是真说一个完美的速通视频，咱们是需要这个一命通关的啊。如果不是完美的话呢，咱们也没办法。或者说是什么呢，如果你要是死人，就是比这个不死人速通的快，没有人说这个一命啊不死人的情况下，然后比你速通还要比你这个还要快的话，那么死人也是可以理解了。好了，直接怼死，天盾也没有用的地方，天盾黄石弓加上雷霆万钧，诸葛亮呢没有走上路，也就没有雷神锤。不过呢据说啊，这个诸葛亮到24级之后呢，这个雷神锤就无所谓了啊。好了，这个这边是27分半钟，直接过掉了传说中的第五关，然后马上倒数第二关血战啊，血战夺荆州。这一关呢咱们事实上由于走了下路啊，咱们还是比较快的啊。走下路的话呢，咱们还是没有要进这个荆州城的这个路线。然后呢这个走这个荆州走这个不进荆州城路线呢，其实就是一个大横道，从雪山走到草地，然后呢直接就走到这个荆州城的这个黄盖身上。但是个人一直觉得怪怪的啊，血战夺荆州，先夺了这个许褚，然后还能再把这个什么给打掉啊，再把这个黄盖给打掉，连把这个荆州啊这一窝端啊，这个曹军势力和吴军势力全端了，你说真是醉了啊。好了，看看直接进屋，屋里面有一个他、应该是有一个黄石弓吧啊，还是太清丹经来着啊，还是两个都有。好了，太清丹经啊，黄石弓两个都有啊。电箭呢出来之后呢是四个马，这肯定是要捅死啊，然后就不用管他了啊。其实要说刷分也好，还是打这个秒杀也好啊，像这些兵给你就是为了让你长气儿的啊。实话实说啊，如果真是一个有心的玩家，什么叫有心的玩家呢？就是说白了啊，就是说你玩的不那么装啊，尽量以自己的安全为主。那么这些兵呢，基本上对咱们是造不成伤害的啊。没有 boss 的小兵非常嘚儿，没有小兵的 boss 更嘚儿啊，就是反正就一个比一个嘚儿啊，没有最嘚儿，只有更嘚儿。这些轻骑兵，哎呦我去！现在可算是有一个属性剑啊，属性剑呢，说句实在话啊，它也是秒可以起到一个秒小兵的作用，而且属性剑呢，咱们可以看到它歪轴看起来就比这个咱们普通剑啊，感觉上就是牛逼一点。啊，捅了之后呢，感觉这个小兵都不会防的感觉啊！直接怼下边，然后拆上边两个，直接怼倒，前再锁。哎呦我去！
好了，马上呢是许褚，这直接放一个九节仗，这一下就是将近三分之一血量，一个毒，还是一二三上下。你们可以看到打起来的时候呢，也是利用这个毒的延迟效果啊，咱们是造成了一定的这个伤害，连毒两次啊，效果比较好。追地下蹲，追地三追，但一血杀没死，我去死了，这个赖着你点背了啊，最后一点血杀刮着你，那也是没说的啊。好了，马上就是黄盖，咱们没有兵舰啊，只有一个张角机，打起来呢可能这个张角机啊也是要控制控制，然后这个太清丹青张角机的节奏联系了两个血杀，换成普通剑，一二转身，看看是不是要放。好了，一只鹅，张角金一下两下，铁是放两下的啊，爆气，一二三上挑。好了，起身再打一下啊，看看是不是要练练转圈，练转圈的话呢是非常嘚的啊，在这里咱们卡住了兵，然后小葫芦一二向下，他身上有小葫芦，这个时候呢是非常牛逼的啊，不要去招惹他啊。呼风唤雨，再加上最后一点追地追地追地，他选择了追地单 A 也可以啊，无所谓啊。一个大人身，31分钟半，然后咱们是打到了这一关啊，打到了最后一关。当然呢啊，在最后一关当中呢，可以看到啊，太清丹青和张角金，咱们确实是起到了一个能打到将近半管血的作用。没有那个的话，咱们还要浪费很多的时间。但不得不说啊，只要没有了小兵，咱们玩起来啊，那真是，那确实不难啊。只要没有小兵，好了，看看接下来是面临着这个咱们的这个走廊，这个船舱呢啊，船舱可以进去，里面是有一个大包子。里面那个包子啊，说句实在话呢，也是咱实话实说，要速通的话呢，反正你肯定是劝你别进，因为你速通嘛，是不是啊？好了，直接飞轮，再打这些。你像待会儿的马和魏延呢，也可能是需要用这个干将剑去打。啊，雷霆万钧也是一个好的手段啊，加上黄石公，这些铁甲兵或者骑兵啊，或者铁甲 boss 啊，都是怕电的。怕电的程度呢，就得看大家伙怎么去理解了啊。三波马，然后直接血杀，看一下前前锁，这一下咱们看一下锁的多少下。刚 CD 反击，这个是一个特性啊，一个特性，咱不得不承认啊，刚 CD 反击呢，用这个打确实靠谱。好的，咱们可以。不至于吧，姐姐，跟他拼了啊！这绝对是拼了。加上这个落地的时候掉下来，然后这个 boss 费点血，然后一个前行锁，捡一个飞轮，血也不用吃了。这就是传说中的一臂啊，速通。看一下飞轮。当然呢，刚才那个地方咱们要费血的话，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个。血杀本身就是减少血量，第二呢就是在血杀过程当中呢，可能血杀完了咱们还可能被撞啊，刚 CD 的时候可能会被撞啊，加上血杀呢死得很惨啊，还是血杀，就是一顿血。好了，看这个地方咱也不知道是要捡什么东西啊，可能是要捡东西，血杀过来，天盾一个直接的天盾书，然后在这里面呢，咱们点完这个他的对话内容，能电到两下啊就行了啊。哎呀，太可惜了，还是有点放走了，正常绝对是能点到两下的。锁，然后转身，他第二次追地追的比较好，黄石公，然后再黄，两个黄石公，雷霆万钧，都能猜到啊，这个确实得这么打啊。酒葫芦，这是杜康酒，本游戏当中为数不多的杜康酒之一啊，该吃点吃，是不是啊？
马上就是最后一个地图，34分钟42秒啊，最后一个地图，在这个地图当中呢，咱们可以看一下啊，怎么去面对司马懿还有这个曹操。好了，像这种大胖子不怎么怕电啊，大胖子不怎么怕电，咱们还是能秒的话，只能秒这些什么小刀啊、小斧刀兵啊、小这个像什么小粪叉兵啊，或者说铁甲兵啊，像那种什么驯兽兵什么不怕电啊，你懂的啊，都是以就是养那个电鳗的啊，养那个电鳗的不怕电啊。哎呦我去，铁甲直接怼死。然后呢还有这个骑兵，我记得没有了啊，抱歉啊，那是无双版，记错了。再来，这个地方是我玩无双版的话，这个地方就多了两匹马，两匹马老恶心了啊。好了，看看暴剑，如果要是有暴剑的话呢，打这个司马懿啊，那是非常疼的啊。毒瓶，然后在 A 的过程当中，咱们是嘎逼打蜡啊，落地再一个毒，然后并咱们实话实说啊，现在可没有人作为后盾了啊。你说你讲一条命，你再讲第二条命，你现在分儿反正你也不够，你懂的。啊，直接雷霆万钧，一个雷霆万钧打血呢其实并不多啊，一个炸花，好了，一个火，这一下烧得很疼啊。好了，又是一个炸花，这个非常靠谱，他一哈哈的时候就可以提前放了啊，炸花是有一定延迟的。看看是要雷霆万钧直接雷死，没雷死，还好啊，练出了一个万箭穿心。然后呢是给两个酒，给一个傀儡娃娃，加上一个隐身衣，这些都是该有点有啊，神仙笔，但是好像并没有要用的意思。过来之后呢直接打曹操两管血。其实我觉得曹操这个人长得特别像张飞啊，这张飞长得像小飞，一个傀儡直接杜康酒暴气隐身衣，一二下蹲，一二神仙锁，然后直接反身位接这个小箭筒，然后打抖，一二下蹲啊，并没有打好隐身衣的效果，咱们看一下，快要消失了，暴气隐身衣，调好这个小箭筒，一二下蹲，一二神仙锁箭筒，好的，这并不是连击，所以说它的效果是这么连的，一二三下蹲，一二三啊，没有三啊，一二转身前锁，一二啊，要隐身衣，看一下隐身衣，然后再调好这个箭筒啊，一二血杀，毒瓶还有一个毒，一二下蹲，这一套应该差不多了啊，直接接小箭筒，怼死，37分钟42秒啊，我看是45秒啊，咱们直接通关了啊。不管是多少秒吧，咱们之前可能这个投币之前咱们还得算，据说是从这个赤壁的熊熊烈火开始算啊。反正不管怎么样，咱们是死了两条命啊，一币这个速通37分钟不到38分钟通关。在这里呢也是这个又是创造了一个天王难度的这么一个小狼解说的这么一个小记录吧啊，然后这给大家伙来奉献一下。你可以看到这种速通，大家伙翻开那个之前咱们普通难度的诸葛亮速通，它的方式和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大家伙呢不要把这两个视频混淆啊，认为多点难度速通方式还是一样的，不是，多点难度速通方式都不一样了。在最后呢也是非常感谢咱们这个三级会会长啊，来给大家伙带来这个通关。在片尾的最后呢也是希望大家伙没有睡着啊，在这个咱们的这个结尾呢也是希望大家伙点击右下角的订阅来支持小狼的解说，咱们下期再见。